王大治与董洁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，近日有网友上传了王大治当年结婚的视频，进一步证明了王大治已婚的事实。一位出自我们陕西本土的明星又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大事，来看看。说起王大治这个名字，对于观众来说未必很熟悉，再说起他塑造过的角色，相信观众朋友们并不陌生。他是《士兵突击》里许三多的二哥许二和。后来他就不愿意为家人下去，他还说他迟了，就是你讲的那个样。他是我的团长，我的团里既勇敢又乐观的不辣。他是张小五的春天里善良淳朴的叶子。他就是王大治，今天他又完成了人生中的另一次跨越，结婚。和王大治在影视剧中有过合作的众多演员也专程赶来参加他的婚礼，送上自己的祝福。娱乐99搜集分享。